所以潘六瑞是你选合作的对象，对，如果可以就是一起唱一个合唱的情歌。华言说不行，就只有你可以选择这个团的一个人这样，那就可以选择戏剧上的合作。那谁啊？哪一个啊？嗯，里面应该最有戏剧经验的是大元吧？哦，最喜欢大元，最喜欢大元，讲半天，前面什么？前面剪掉这样解读了，就大元嘛，是大元就大元，就大元，又大又圆。额头性骚扰，没有没有，以前我们的大学生里面他就这样自我介绍的啦，哦，真的，大油烟大油也是这样，同时呢，又又干什么东西？不是，这种事要在我们节目讲吗？我不认识他，我想问一下，他想问你啦，对呀，他说依照逻辑会怎么介绍他？又高又漂亮啊，原来是这样，不要害我，啊，可以先起来吧，对他现在有反应，他没办法站起来，对呀。你待会儿处理一下。我喜欢陈绮贞，啊，因为我很喜欢她的那一派的音乐，就是比较清新，比较民谣。对，你会唱她的歌吗？会啊，来两句怎么样？哎，她有什么？她有什么？她有什么？却说不出你什么，却说不出在什么时。哎，怎么唱啊？喂，你问你问谁啊？你剪掉他的，剪掉。喜欢他，你不喜欢他吧？太临时了，太紧张了。唱到女神的歌，不免会。却说不出在什么时刻，我曾让你动心，说不出离开的原因。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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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陈绮贞是一个不错的对象，是啊，合作了吼。对啊 ，Teddy 呢？范姐吧，范玮琪。哦，范琪，你喜欢这样？欣赏欣赏。想跟他哪方面的合作？当然希望可以音乐上吧，就是大家一起。哦，范姐不错，范范姐，嗯。他找你逛街可以吗？逛街？对，跟范范姐买一些婴儿用品。跟我。人妻约你，人妻约你，其实可以啊，当然是朋友，当然没关系。对，还不错啊，我觉得，给他一些意见啊什么的。OK。好吧，范范姐，她讲的范范姐，我们就不太能开玩笑。对，我就不好开哦。那有觉得打麻将的时候听到她的歌很烦吗？就到不了。到不了。超怕听这首歌，我找不到不了。OK， 好，题外话，来，丰田，你的喜欢？我的话，我忘记了名字，那个以前在日本发展的翁倩玉。什么？什么若瑄，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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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若瑄，我小时候很喜欢她。为什么你喜欢她？哪个时期？是黑色饼干，还是她戏剧上的演出，还是写真集的表现，还是黑色饼干？黑色饼干，然后哦，所以你想要跟她一起唱跳吗？想要，嗯，咦。其实我觉得大家在回答这题，好像都一直透露自己心中喜欢的型。对，有一点这种感觉，还蛮诚实的，还不错，还不错。嗯，那你自己呢？啊，关我什么事情啊？聊一下吧。啊，我讲的也会被剪掉吧？没关系，你就讲啊。你是讲的不无聊的吧？台上不够长，就先讲。啊，讲有梗的，我真的超没梗，怎么办？没有梗你就正讲真的内心的，真心的，大家聊对不对？白百合。哎呦，对不对？质感哦，还不错呀。演戏，对，很会演戏，然后又很有气质的女生，是不是？你看吧，白讲了吧。我们在留空白，不知道怎么办。我们在留空白，让他可以方便剪。又不好取笑，又不好讲话，什么叫尴尬？我们在留空白，让他方便。算算算，没关系，还有很多题目啊，来来来，很多题目。好，我想问一下，因为你们算是男闺蜜嘛，你们好朋友。嗯。如果你们不小心爱上同个女生，你们觉得谁会赢，或者是谁会让别人？你会选择朋友的，还是选择？我会选朋友。真的假的？假的。因为我觉得朋友是长久的。怎么会做这么奇怪的决定？啊？因为这如果真的碰到一个喜欢的女生，你当然是要全力的冲啊！我管你跟我喜欢同一个啊，我喜欢我就要追啊。哦。通常是这样吧。通常是啊。对啊。可是假如今天是团圆的话，这个路还很久啊。我的话，我会选择双赢。虽然说这个理论上是不可能哦。三个一起来是不是？假不是？对啊，口味好重哦。不是不是不是，当然不是这样子。又要多，就是说，假设我跟伟静喜欢同一个女生，对，那我也知道伟静喜欢了啊，我会把她单独约出去。
我吗？我吗？对，哦，好，不是约那个女生，是对对对，我会说，好，那我们就公平竞争，但是他最后选择谁，我们都一样，还是兄弟，不错，哦，男生真的可以这样，多变表兄弟吗？变表兄弟的话，那个女生有问题，我只能这么说，这样我们就会说好，我们现在看清楚那个人了。大家以后还是兄弟，好吗？好，这样讲好了。比如说有个女生哦，比如说她跟洪正他们就是有点已经先暧昧了，然后你后来看到女生，你惊为天人，你想说天哪，我跟她应该会，对不对？我真的很喜欢这个女生，你会追吗？已经知道她暧昧，她暧昧小暧昧，她不没在一起，他们也撸蛮久，就还没有在一起啊，所以可以追的意思。就是公平竞争，对嘛？对不对？这个我不会。这个社会就是一个食物链，好不好？你不吃的话，别人就会吃掉。对。那你觉得你有什么魅力是赢过别人的吗？不然你怎么可以追他？因为如果你追不到，你是暖男。我自己吗？可能。对，你的优势是什么？有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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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直接加十分呢。对，出去可以低调一点，加更多啦，可以帮女生开门。我觉得他其实他的最大的优势是够贴心的、啊，很多女生暖男喜欢贴心的男生，对，怎么样贴心？怎么样的贴心？小动作让你觉得？对，帮你开电梯门。那换一个，换一个，不要再讲电梯，不要再讲电梯门。我觉得电梯门这些已经太基本了。我觉得他一定会，就是如果我们这样推论的话，他一定会知道说女生的饮食状况，然后或者是说他的月事，或者是说哦，就是我觉得他越会贴心到，知道月事应该是有不同的这个。但是如果我真的喜欢的女生，她我可能会帮她准备姜茶或者是就是热可可哦。这如果帮女生买帮女朋友买卫生棉 OK 吗？我可以啊 ，OK。其他人都可以做得到吗？可以，还没有女朋友，所以不知道。哎呦，好吧，不错哎，就愿意买卫生棉的男生真的。你不愿意哦，我愿意啊，我愿意啊，对啊，对，但因为有的男生会介意，你知道吗？我不会，我虽然我没女朋友的时候，我都故意去买卫生棉，干嘛？为什么？店员就觉得我很贴心，他说哦，原来是暖男一个啊，你家里藏了一堆，买来干嘛？买来没用，有些时候流汗太多可以擦一下，卫生棉多吸水，你们真的不太了解，流鼻血是不是？推荐给伟静，推荐给我，伟静还流汗啦，流汗啦，比较会流汗，比较会流汗，伟静还没讲啊，是不是？我也是无条件放弃。啊，除非真的很喜欢到一个爆炸，嗯，然后他也喜欢我才有可能。如果我很喜欢他，那他不喜欢我，我就直接放弃。他喜欢你，但是也喜欢洪正，就你是要看几率的，就对了。对，我是看你要觉得说，哎，这个人好像跟我在一起中了，中了，对，冲了，冲了，对。但如果觉得，哎，好像一半一半，算了算了，就直接放弃。但一开始你还没尝试过，你怎么知道你有没有几率？那我没尝试，我就那感觉就没了、啊，你懂吗？哦，谁懂啊？干嘛逼人家懂啊？不是因为你们俩个性不一样，因为 Teddy 他就会冲，想说我不试试看，我怎么知道怎么样？对啊，那我今天觉得说，哦，没关系，我自己可以消化掉。对，如果自己可以飞到掉全部，有些人真的是这样子。对，万一真的你爆炸喜欢他，他也爆炸喜欢你，但是曾经好不好跟 Teddy 有一段暧昧过？曾经啊，我知道吗？我完全知道吗？先知道的，对，都知道。哦，那我绝对不会。欸、男生会这样，我一知道这个就直接先扣个80分了。哇塞！他本来如果180分扣完刚好没有，我的标准是100。对、啊，有男生真的会讲，就是我会避免变成亲戚的事情发生。对，可男生真的会这样。哦，好，那还有没有别的问题？那边，来，因为粉丝很爱为偶像团体的那个团员们做官配。如果今天老天爷下一个魔力，就是让你们一定要选择团员当中其中一个交往的话。你们会分别选谁？我的话，我一定选伟静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觉得他跟我年纪最近，连今天就是我讲到一件事情，全团只有他知道，就只有他懂。那我觉得，哇，天哪！那如果真的得选一个人的话，就找他。洪正果然不意外选择了伟静，但没想到伟静竟然选择了另一个团员。伟静，我应该会选 Teddy。哦，好 ，Teddy， 伟静好了。Oh my god！ 配对，配对成功，好啦。我爱红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的天哪！难道 Special 粉丝公认的官配情侣要换人了吗？想知道怎么回事？广告回来，你千万不能错过。